大家好，今天是4月22号，然后呢，新加坡来了一个女神，她就是小 S。The sky is blue。我很喜欢小 S， 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有幽默的女神。她来新加坡应该是要开放一个店吧，可是她对我不是很重要，我只是很想要看她一眼而已。所以呢，我们走吧。是7点半开始，可是现在才6:09，已经那么多人了。小 S 没出现之前有一个 fashion show。独特的风格，我觉得真的不需要追求时尚，因为前一阵子不是大家很流行明星一定要把西装披在肩膀上，对，然后就造成一窝蜂每个人都猛披，我觉得看起来就变得很俗气。对，谁规定一定要穿得很隆重？你看那个小姐的凉鞋，这就是新加坡的 style， 就是那个是绝对时尚杂志不会介绍，可是我觉得你穿起来会很有自己的风格吗？哇，重点是他营救他自己的每一个地方。对，那我说，很多记者问我说，你的 fashion icon 是谁？你觉得谁是演艺圈最流行、最时髦的明星？然后我都会，徐老三，我承认我是会在装扮的。然后在我心中，真的唯一能跟我稍微有点匹敌的是大 S。Professional superstar 哈。我会说小 S 是，然后你就一起讲 OK。北汽小 S 是。小 S 来此分享你的心情，谢谢，然后希望你可以在后台先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谢谢小 S。好多人啊！小 S 本人真的很漂亮。